给你滚动，配合着你身体的交换连接在一起。你现在是什么呢？交换是交换，滚动是滚动，你没给它连接在一起，所以就感觉是一个一个的分开了啊。你看我学你预备姿态，刚刚讲完之后好多了啊。踩，然后就断开了，所以我想要连接在一起，怎么连接呢？看啊，身体不动，对吗？踩下去，接下来看好，从这一侧肋骨顺着这个力量干嘛？一节一节往下去卷腹，看，在卷腹之前要先干嘛？坐骨贴板，看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我整个人是 hold 住的？那么 hold 住的时候看，我的这个胸告诉我是一边大还是平的？平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要从平干嘛？把你的另外一侧身体推出来，也就是说，再看，在我滚动完以后，我要先把身体交换出来。看啊，先把身体交换出来，然后才能踩重心。看明白了吗？连在一起就是从左胸，现在左胸最大，对不对？左胸传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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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old 住卷腹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先把你右胸给上去 ，OK， 然后再踩下去，连在一起，滚动 and 身体交换，踩下去，滚动 and 身体已经出来了，然后踩下去，能明白吗？